要要去要去吗？这出城这个就必须做的嘛。对。集中在一起进那个沉降室，这是风机，这是那个风干上有效的风机。它这也很紧凑的，还能紧凑吗？这大家能紧凑，包括方向都可以调，中间都是皮带去连接，能紧凑的，这叫我们。你就是可以，你它这个完全可以从这个角让它转一圈过来，那么就省地方，对吧？因为人家这个设计，你看，这个中控室，它要求了要做300多平方，它必须得做上它了，实际它用不了。为啥要做？人家政府给的它的标准就是给它的这样，要不然就不给它钱了。就你说这种，你看它中控室，比如说多2平方，啊，有2平方。你看它中控室多大？这里面啥也没有，这个控制。那个电箱在最后面放，你的布置在哪儿？哪儿呢？但是配电这个配电柜在这个位置，就一个配电柜，一组。